每场跑1400，14567010赢过，14567010呢只马赢过，十号仔叫做风继续吹，上次第一，前次第六，即系啱啱编咗出嚟啊！得一只马上次入围嘅就系十号就系叫做咪先，2345610系上次跑得好嘅，十号系其中一只。即系十号仔咧，就风继续吹，艾少礼八档跑1400米。七号咧，金枪武士何泽耀又你咯，直线力山之后又你咯，29蚊。隔晚大热门系七号上次跑第四嘅啫，热门一毫子位置都冇得收，上次啊。咁何泽耀就梗系罚停赛啊嘛，系咪？而家唔停赛啦，唔罚啦，唔被罚啦，出翻嚟跑啦，咁咪唔理冷热啦，都要争翻个位置，争翻个名次先得噶啦。金枪武士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一，再前次第二，六次赛绩咧有两个第一，一个第二，一个第四。七号仔就赢过本路程。隔晚大熱，上一次就邊線算啦。上一次唔係何澤耀騎啊嘛，上次14號年年歡呼31倍，年年歡呼上次第五，前次11，14號就未贏過本路程嘅，未上個名添啊，本路程，所以就冷門。14号骑师系边个？董明朗，董明朗今日好沉寂喎。1号勇敢梦想，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八，哇，37倍。1号赢过本路程。不过近期成绩咧就第六、第八咁样样，但系佢六次赛绩有两个第一，一个第三，较早前嘅赛绩嚟嘅呢啲系。1号骑师系蔡明少，蔡明少今日骑只加州星球又系1号，唔系几得噶，好似唔系几夹啦，即系咁讲啦，唔系几夹啦。6号大红袍，大红袍近绩好好啊，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，一个第四。6号仔赢过本路程，上次成绩都好。六号仔好多人关注喎，六号仔气威森，档位又好，灰马。仲有一只近期两个第一嘅就系精算谋略潘顿嘅，而家只2号仔叫怡敬力14倍，怡敬力上次成绩好嘅，第二，前次第四，再前次第五，2、4、5，即系由第五进展到第四，由第四进展到第二咁样，即系有进步嘅迹象嚟嘅呢啲嘛。二号仔骑师系边位啊？艾杜拿啊，又系艾杜拿。3号潮州精神18倍，潮州精神最叻入个 Q 本路程，上次都成绩好嘅，入围嘅。骑师咧就系巴杜，档位第9。4号精算谋略连续两次第一嘅，所以都系热门之一嚟嘅。精算谋略4号，潘顿11档吃力咗少少啦。6次赛绩有3个第一，1、1、2、4、1、3啫。精算谋略都算好嘢啊！呢只马潘顿。
五号宜春火力13倍，五号哇，五号上次成绩都好嘅，第二嘅299。唔好买啦，即系呢啲咁嘅场合。11号威之星，上次第九，前次第三，即系上次唔多好，前次几好。田泰安近绩成绩最好，应该系4号连续两次第一。然后咧前即系上次第一、第二啊，嗰啲就不计其数啊，真系入围嘅系2、3、4、5、6、10，就系拣呢几只都有排你拣啦，真系。12号仔快快赢，上次12，前次7，所以有1000多元。13号雪山神區，13号雪山神區几倍啊？哇，又系1000元，12、13都系过千嘅。13号有咩亮点啊？一啲都冇。上次第五，前次14，再前次第6，前次第3咁样，最叻第3，6次赛绩只叻第3，唔在本路程喎。本路程赢过嘅系1、4、5、6、7、10，三号入个 Q， 11号最叻第3，都系有啲飞嘅，即系噏得出呢啲咁嘅有赛绩嘅马都有啲飞嘅。其他啲1000多元嘅有3只，一只系第9号，一只12，一只13，过1000元 win。白衫波仔嗰啲就系金枪，冇事啫，唔系60。话啲热门一不济嘅时候就好大镬噶，呢一场卖好少嘅啫，即系要啊。呢场我中意7号、6号啫，呢场我要呢个何泽尧同埋希伟森7号、6号。4号而家红格大热门 ，K 姐中意6号4号。我要7号、6号，我要何泽尧、希伟森。喂，女士要6号、4号，我要7号、6号，6、4、5、7，6、4、5、7，7号系夹硬大热，6、4、5咧上次入围嘅。6、4、5、7全部是赢过本路程。7号是隔晚大热 ，Jenny 要2号、4号、8号、7号，唔要6，佢要2号啊，2号系行头二经历，要艾杜娜系啊，当王啊，而喺艾杜娜，艾杜娜即系马上次第二，前次第4，近绩好，但系未入过围嘅本路程。4号就梗系。精算谋略两次第一，一次第二啦。但我惊佢加分加多咗啦，唔知即系我系咁睇啫。8号杨明伦，炯炯有神，呢只马系要冷门先得嘅，热门啊唔好影嘅呢只马。蔡俊佳要4号、3号，好注重只4号嗰啲贴士界，因为佢连续两次第一名啊嘛。Michael 又要4号、7号。我要7号、6号，金枪武士同埋大红袍，大红袍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，最近，亦都赢过本路程。戚姐要6号、4号，佢要6号，佢要大红袍行头添啊！要精算谋略，要4号。我都望佢得个6号仔，6、4、5、7。好啊，而家见到呢个4号咧，就系连续两次第一嘅潘顿奇嘅精算谋略，黑色衫，11号
威之星上次第九前次第三十一号今朝更好，唔系十一号叫威之星，九号就九号咧就系今朝更好，系1860几蚊 win 嘅，十二十三都系好冷门嘅。其他咧有飞嘅马咧就系六号、七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四号，系咁啦喎，四号、六号、七号，其他都系起码十倍起跳噶啦。一只就系金枪武士啦。跟翻何泽尧会唔会好啲啊？我真系估佢会好啲啫。金枪武士本路程赢过，隔晚大热，上次跑第四，四号咧连续两次跑第一。红灯亮起，准备入闸，最后一场啦。又系另一场咧，都即系都几多马拣嘅场合嚟嘅。呢啲即係大賽日啦，都好多有實力嘅馬都出曬嚟跑咧，所以今日都好多場都係範圍比較闊啲啊，都搞掂埋尾場嘅賽事，交曬俾你啦，浩然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嚟到尾場賽事，第十一場三班千四，大熱係四，準備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有大紅袍同埋二勁力啊，第三位係快快型啊，第四位嘅馬有呢只咧二春火力啦，內欄第五粉紅衫咧就勇敢夢想啦，咁啊粉紅眼罩，跟住個第六咧就金槍武士啊，響外邊淺藍衫三啖望空咗喎，咁咪就係呢只精算謀略，睇下佢點樣咧可以埋到嚟啦。再見到內欄黑衫係威之星啦，咁啊馬林中間粉紅衫咧，咁啊仲見到風繼續吹啊，後邊五隻潮州精神今朝更好啊，後邊三隻炯炯有神雪山神區暫時殿後。粉紅衫、綠色帽咧就年年歡呼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咧就係800米段處啦。大紅袍就放二勁力嘅第二位，第三位咧就宜春火力啊。咁啊第四位咧黃衫就係快快型啦。埋邊粉紅帽第五啊，進佔第四，仲有勇敢夢想啊。粉紅眼罩中檔有金槍武士啦，一路響外邊喎。嗰只咧就精算謀略啊。等入邊嘅嘛，有黑衫大面褲綠色帽就威之星。等入邊咧咁啊，仲有潮州精神啊。攞出去外邊追咧，仲有今朝更好噶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大紅袍都系放得顺噶，只嚟咗一个身位嘅，见到中间追佢嘅嘛，有呢只咧就宜春火力啦，二劲力啦，马林中间金枪武士啦，入边上跟嚟仲系潮州精神啊，外边追啲嘅马咧，仲有呢只咧就系精算谋略，同埋咧就系风继续吹，最后100零米，宜春火力响中档透出咗，已经系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嘅马咧就威之星啊，第三名埋边有呢只咧少少力弱，大红袍中间上嚟，仲有只潮州精神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同埋呢只宜春火力都係跟手一個咧，主動靚位，直路上面出頭，結果贏馬跑第二名係嗰只威之星啊，第三名啊近啦，咁啊中間潮州精神入邊大紅袍，五號馬宜春火力啊，何美年啊食個美股啊，最後12倍勝出，第二名11號威之星啊田泰安，第三名3號啊潮州精神啊巴道，第四名都係冷門，屬於冷門喎、啊，只六號喺前面一路跑，以為只。是但有一隻衝上嚟啦，即係四號啊、七號啊，都會衝上嚟啊！點知冇力喎，真係俾阿11號仔贏田泰安攞咗條 Q， 好分㗎呢啲，我冇錢收啦。咪睇一隻。灰马希威森，宜春火力，唔系啊，希威森系只叫大红袍啊，上次第一，前次第二，都几好啊，真系啊，咁啊只金枪啊，嗰啲潘顿啊嗰啲咁就前后脚喺呢一度，个两只都冇嘅，咁啊睇一只11号威之星深色衫嘅，就喺呢度啊，威之星喺呢度啊，睇佢点样冲上嚟啦。威之星咁跟住咧，宜春火力咧就系、是、黄色衫灰色袖嘅，黄衫灰袖揾唔到啊！宜春火力第三名贴内栏，
转正直路嘅呢只马 win 得嘅呢只红色帽，睇佢点样搞啦。攞咗条中档冲上嚟，我仲估只六号仔有机会添，真系喺呢度啊，200米话停就停，六五号仔宜春火力冲上嚟啦。咁啊，睇下边度成扎马冲上嚟啊！今日一只深色衫，十一号威之星，威之星系田泰安。唉，呢只叫做700多蚊，700多蚊 Q。好啦，今日跑完啦，冇钱收啊呢场。